央广网、央视新闻、光明网、人民网等都报道了一个消息，消息事关周深。视频由娱乐叨叨叨不停和周深速递制作上传，其他账号均为盗窃。由央视总台打造的2023太湖美音乐会正在江苏无锡录制。音乐会以太湖美为主题，邀请国家级文艺院团和深受大众喜爱的文艺工作者，全景式呈现无锡崭新形象。而音乐会总导演张继在采访中透露，音乐会邀请到了周深对太湖美进行全新演绎。要知道，太湖美是江苏省无锡市诗歌，创作于1978年，结合音乐会的主题和目标，几乎可以肯定这首歌也将会是音乐会的主旋律和主题。这也意味着这首歌在这场央视总台打造的音乐会上，要么是第一个演唱，要么就是最后压轴演唱。根据以往央视晚会的安排来看，极大的可能是最后压轴演唱。据悉，这场音乐会将在9月中旬在综合频道、综艺频道和央视频同步播出。这也意味着周深的城市歌曲又增加了一首无锡市歌《太湖美》。据介绍，这次的演唱将是水面舞台结合声光电的形式，采用实景演出加虚拟呈现的形式，以 5D 的形式呈现。9月2日，建立在荡口古镇花笑池内的主舞台已搭建完毕，目前正在紧张的彩排录制中。也就是说，在央视中秋晚会之前，周深还有一个央视舞台，大家期待吗？